Hello， 大家，今天是我们第四天在这边，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营地了。然后现在这边下雨嘛，然后我们现在都收拾完了，准备出发，一会见。我们走啦，离开这个地方了。Warrally Creek， 拜拜啦！East Coast 就东海岸这边了，感觉那个整个树林啊、植被啊又不一样了，啊、很爽。应该把空调关了以后，把窗户打开一下。我靠！你刚停了一下就。你干嘛要停啊？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沙子黄黄的，完全不一样了。那边沙子是白色的。Young boss, young boss, we did it, we did it. Started on the bottom, now we going trying to fit it. Young boss, young boss, we did it, we did it. 出门总swag out, trying to pull the better. Young boss, young boss, we did it, we did it. Started on the bottom, now we going trying to fit it. Young boss, young boss, we did it, we did it.出门总是外高，上来不会背你。Young boss, young boss, young boss， 上面跟着左膀右臂，给的风口不会让我兄弟受气。不谋小财，眼里只有厚利，内心装着豹子胆，但长得特别秀气。Be rapper, be idol, be amazing boss， 那些以前不敢想的 yeah I get it though。这一周的收入换成两根项链，演出完之后一定要喝个够。Him in my area， 告诉朋友是有 boss level， 反应迟钝，没什么东西吓到他。我认识 idol 比你想的还要更慢，差额赠予上节目100多个人，我只看到他。Moonlight crew， that's how we。
we do 我记得 featuring 是没事物的 Aliyu 你还年轻但会突然倒地 I heard people call me Young boss Young boss 林果在这喝水呢还在这喝水呢这个水它能喝吗海水啊啊我们终于到我们的营地了这边是这样的因为今天下雨啊过来真的不容易啊你看那个轮胎全都是泥沙然后现在我们找了一个营地旁边就是海边但是有树挡着Hello guys Today in this video We found quicksand Where is it? It's right over here Look It's quicksand Look see We're sinking in every time we move And it's actually pretty hot But we can also come out look like this Oh, it's actually pretty hot So Meek Also a seaworm thing This is really jelly too, so you can play with this like that. Look, I found a seaworm. It's moving. Let me go down here. We're going to go island. 咦，放下，放下。It's a seaworm. 放下。Let me go down here. We're going to island over there. It's moving. This is the part where I can get my clothes. Can we get our swim clothes? 我们的营地就是在这种树丛子里面。因为这边是外海，所以就不能直接就是把营地扎在外面，因为会太大风了。这几天天气都不是那么好，都是阴天。今天晚上是24号 ，Christmas Eve。给小孩子做了牛排，还有蘑菇杂菜汤。他们已经把乌冬吃完了。然后我和爸爸也是一样，蘑菇杂汤。牛排怎么样？嗯，今天在那个补给站给我买这个牛排的时候，那妹子说，这个牛排不错，确实不错。好吧，嗯，行，做的薄一点。早上好，大家，今天是我们来这一个 site 的第二天。今天这几天好像都是这种天气，会有点下雨。晚一点我们会带小孩子去Champagne Pools 那边去玩，去玩水去。I'll enjoy 我的咖啡。中午做了好多，简单一点吃。今天我们是在这岛上生活第五天了吧？今天还是圣诞节。还是圣诞节。我生日啊、哦。Happy birthday。就没了。在岛上你家有什么？啥吃都没有。等一下还要去找个补给点，再看看能不能今天晚上冲个凉先。不行，这里没有。这水有点紧张了，只有两个水了。为什么用的那么快啊？对，没事啊，我们明天就去别的地方了嘛。嗯。用掉也好，这样子我们的 camera trailer 就轻一点，你还拉的动力减少一点。而且这一期吧，热现在。嗯，就太阳不大，但是感觉紫外线不也是满满的那种感觉，嗯、身上烧烧的，是吧、啊？感觉像去那个有个什么那个铺，就是看铺，是一个打卡点，然后过去看一眼。嗯，嗯，明天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东海岸那边，我觉得东海岸那边相对来说好玩一点。浪没那么大，小孩子最起码能到水里面玩一下。这个
浪太大，小孩子都不太敢让他们吃。这边可能比较适合 fishing 的人。对，钓鱼他们喜欢这边。对。但是小孩子的话还是适合在。对。东边那边，那边水安静很多。嗯。没那么吵。对。嗯，而且也漂亮很多，因为它是白沙滩嘛。对。这个是黄沙滩，看着就很一般。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就很轻松就上去了。你看，今天是圣诞节，我们带着小孩去香槟瀑布。我们到这个 Ultra Beach 这里来了。找到了这个垃圾场，现在把我们的那个车这几天的垃圾全部扔到这边。这里都满了，爸爸。还有吗？现在来这个香槟瀑布这边，往下走，要走一段路，走到下面那一边有一个木头的架子。当然太热了，今天。而且下面还没有遮阳的地方。是吗？没有遮阳吗？我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我，我抹了防晒，因为这几天这边太紫外线太强了，因为我的皮肤一直在过敏的状态，然后不能抹任何的油啊防晒之类的，但是这边真的是紫外线太高了，没办法，然后我这整个这里又开始长那种疹子了，就是红红的那种，一颗一颗的，就密密麻麻的在这边。哎呀，天哪！不过还好，就是二月份了，我约了那个皮肤专科医生，哎，到时候再让他治吧。好了，我们到了，给你们参观一下。我们到了，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海挺漂亮的。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池子，里面的水很干净，很清的，我打算也要下去玩，因为真的太热了。哇，你看那个水太美了吧。拍那个啊，我会在楼梯啊，宝宝啊，我都在楼梯啊，宝宝。我在那边看那个欧水很漂亮，我等一下去拍一下。你们再等下一个浪啊，来了一个了，有一个浪过来了。 3, 2, 1。
旁边，我有点害怕，会被宣传他们有攻击性，我都有点害怕。但是他们好瘦啊，虽然今天他把我的一罐蜂蜜给叼走了，不怪他，他也饿了。主要是不能喂你啊，对不起了啊，你赶紧走吧，我害怕你。今天25号圣诞节晚上，我和爸爸就吃这种关东煮，大白菜最后上，现在还没煮，先把东西放进去，就把今天基本上这边所有的店都关门了，所以就把我们带过来的食物清一清，然后给小孩子煎了鸡翅膀，然后等一下给他们再烙点饼子就 OK。结果说以后我上不去那个前面那个坡，我们就试一下挑战一下。这两天我爬坡已经爬怕了，来吧。爸爸把那个油加满，把水箱加满了吗？加满。爸爸，油还有3个油 ，OK 的。开到那个 Happy Valley 后，应该问你多大。好。哇，好大雨！这边真的太艰辛了。So I'll explain the best I can what this pain feels like. It's hard, 'cause even as I'm sitting here, I would rather disappear than face the world outside. I'm floating in a violent sky. I'm okay. Maybe not. Here it comes again. So I breathe. Am I gonna drown? You'll be fine. I say it out loud. I should let someone know. Maybe when I'm better. So I breathe. Will it ever end? You'll be fine. I say it again. I should let someone know.
今天已经来到这个 Electric 然后现在怎么样？我们先去 Happy Valley 吃东西吧。可以啊。吃完东西，然后我就能先把那个 camping 的东西定下来。这个地方明天可以走了。对，我们到 Happy Valley， 然后来这里吃点东西。我们今天晚上也不知道去哪一个营地，随便在海边看到什么营地就直接在那里扎就不动了，然后明天去 Eli Creek 玩水，然后还有去 Lake Mackenzie 那边去玩，这样我们的帐篷就不动了，我们的 camper trailer 就扎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开车到处出去玩。好了，我们来这个餐馆。I need Coke. 等一下，哥哥去拿杯子。I need open. Take this coin. 还有个杯子啊。Wash this. 哇，又开始下雨了。对。哇。Wash this. 哇。你营地都还没找到呢，然后就已经开始吃了。今天晚上睡哪里？ Let's sleep on the sand.Cheese for 什么？Christmas. Christmas. 不容易啊 ，Cheese， 真的不容易。Guys.这个 cheeseburger 这里就是 Eli Creek， 但是今天天气不是那么好。今天真的风很大，我都不敢下水。I almost at the end. Sorry, guys. You'll see through with us. But we will be crossing. Bring your book here. Look at this, my pants. Okay. We're going to be back to our pants any moment. There they are.Actually, you don't need to say that. You don't need to say that. So, yeah. Come on. Thank you.
来到了这一个 Camp Zone 2 这里，离 Around 那个小镇子比较近，就是那个补给点。我们打算就在中间这里，然后这几天就把我们的小 trailer 就一直停到这里了，然后白天我们就开着我们的车就到处跑了，然后希望这边没那么多蚊子吧，这边的环境都很好，四边环绕着树。对，而且这空间又大。对，空间蛮大的，这里放一个，如果放一个那个叫什么 screen house 都可以哈。只是我觉得，你觉得要不要？我们不用哦。啊，风还是有点大的。对，这几天风都有点大。这么远？啊，对啊，那边有那个草地啊，我觉得放了这个土这里不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要 set up 这个 camper trailer 了。